我怎么睡得着，爸妈在客厅吵，我捂住耳朵生活，像窗外暴雨在咆哮，马英九就快要天亮，我辗转难眠，爸妈的吵架声一直持续到三点，昨夜还没醒，黑暗中看着家的轮廓，三口人挤在十几平的房间该怎么过，想逃又能够逃到哪去，那蝙蝠侠来帮我戳破小丑的把戏，在学校里同学在比较上的 Nike， 再看看自己我的未来在哪里，还差39天就要到该死的高考，改变生活的机会我能否抓好，坐最后一排看着窗外的暴雨，老师在讲他自己都不行的道理，我知道妈妈在为学费准备钱，我最好可以过那发达的分数线，但弱肉强食是恒古的生物链，这70分的考卷里过想还差多远。亲爱的 Angel， Can you hear me？ 推开家门，传来妈妈的哭声不停。爸爸坐在沙发抽烟，一地的碎花瓶，跟碎的不止花瓶，还有着整个家庭变质的感情，能不能加点福尔马林？但该来的总是要来的，他们谈到离婚，我该怎样面对接下来的人生？妹妹的芭蕾梦没学费怎么成真？外婆的离去是我第一次完成一个人。在楼梯脑袋觉得空洞，无数次我要跳下去的冲动，肩上的压力我没法选择懦弱，就算在压抑但妹妹没有做错，我恨透了酒精也恨透了爸妈，我恨透了暴力恨透了这个家，如果我有个愿望我要一双翅膀，如果我有翅膀我要离开这个地方。照片里的那天，忘记说再见，就当我，就当我离家出走，亲爱的Angel。提醒我这不是一场梦，醒来后太多事都被命运掌控，桌上热好了早餐，妈妈又去工作，我讨厌上学可我还能做什么，为什么命运偏选择要和我作对，过去的作废家庭和经济全都快破碎，感觉我的整个世界被毁灭，像